还是白冰冰哦。这个白冰冰还是说问你要不要一起泡温泉的概念。一路的哦，把衣服脱掉，脱啊，直接脱，超自律，直接泡，超自律啊，超自律。哎，你收到我送你的礼物了没？当然收到了呀，就在这里。快打开，快打开！欢迎收看波波接地去。你是住在超级霹雳克难的环境中吗？还是买过什么后悔的东西不敢带出门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们到底都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吧。走吧。你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伊森，我现在是这个婚友社的活动企划。你家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？这边就有一些 Kobe 的海报啊，是一个直男的房间，是我夹娃娃夹到的，我自己非常喜欢。哇，然后它是一个包包，等一下，是吗？可以耶，好，谢谢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对。这一箱是什么？保险套的箱啊，所以看到它赠品，然后还不错，所以就一直买。你囤了一整箱，已经买了两三年了，又不所以你买这么多，你是为了赠品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它的赠品。我发现其实赠品有第一个就是这个大人床上游戏，它就是有各种。姿势吗？经典海波并说你好，你好诱人，按摩他前，缠着他，就抽到就要做指令就对了。对，但其实我用过一次，觉得很尴尬，所以才一直就没有再用。你是跟你弟一起玩吗？我认前女友，因为这个才分手的吗？不是，因为你在玩这个游戏，他听了，然后跟那个小王说，你知道吗？我男朋友都送我尴尬的床上游戏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不会用到，用了就换保险套，用不到。然后再来是这个台灯，可以打开，可以调亮度，然后这个还可以放蓝牙，可以放音乐，哦，那还不错了，还不错，就是在一年，我又看到他又送台灯，我就又买了。一样是素人之送的，不要再收集台灯了。台南，它的功能不一样，它可以炫彩。对，这样子。哎，好，我觉得好像又可以了。好了，这还不错，就可以给分的了。再来，我带你去我弟的房间，就是现在长定的那个位置。所以我弟房间就是一个白位比较重，跟它中间其实原本是一个拉门，就是我直接打开，但后来因为空间的需要，我就把我的衣柜放在挡住，就发现可以贴那个。这是我在成人展，这个是买的，这个100多，就是山上买的。然后它好像叫做新川什么林岭花之类的，就是它从台上丢下来，我接到的。哇，敷衍。这边是我从小到大收藏的玩具，像我这边就是，为什么那么多一样的？不一样，每次都不一样吗？这边就是假面骑士，酷感，那很多哎、欸，我觉得全在他的怪兽。就我们看得出来，他小时候就是在一个很富裕的童年下生活。我什么都没有啊，我就一个玩具，从我小学一年级玩到小学六年级啊，然后六年级之后，我妈跟我说我不用再玩玩具，魔法的音乐八零。很多勋章啊之类的。哎、欸，这些是勋章，都是勋章、啊，我以为是一幅画哎、欸。为什么不挂起来？这个我觉得比山上优雅的海报直接挂多啦。因为我把爷爷收在那边，然后山上优雅挂起来。真正是有真见啊！你这种的。我是 V 怪客，然后我现在是跟家人一起住这样子。V 怪客没有家人啊。那我现在看一下你的房间，我用这个遮起来，就是因为后面太乱了。你还拿一个架子把它遮起来，因为被小偷偷过啊。你被小偷偷过？没有啦，就是比喻没有看到你。我很认真，我想说，中和的治安有那么差吗？我也住中和哎、欸，很奇怪，是不是对面啊？你看，从看到对面的邻居。哦，所以那你会在这边换衣服之类的吗？会啊，会啊。你知道对面那间有蜘蛛吗？啊、哦，好像有住人的啦。哦、OK OK。好，了解了。有没有什么奇妙的小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？这个灯，对，哦，这个很漂亮哎。哦，我跟你讲很可怕，这个灯要关8次它才关得掉。你当鬼片都是那种一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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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灯下就有一个女鬼。看到那个洞吗？家人想出来的奇妙的点是说，把那个我们的上面搬开，然后就可以放一些杂物当仓库。前天我就是要吃泡面，都在半夜3点的时候，上面有个东西，就这个东西砸下来砸到我。
你有看到这边有开始鼓起来的样子吗？因为家人设计的机关就是晚上不能吃泡面，不是这样子吧？然后你看我的衣服，你看我的衣服。很吓人，真的很吓人，可不可以不要这样？很恐怖。重点是之前这边还是一件白色衣服，然后晚上就是在飘。因为我弟喜欢买那种可怕衣服，就是鬼修女。然后前几天晒衣服的时候，刚好就是鬼修女排在第一个，这样。然后就有根脸。这个你是怎么了？什么？你为什么把椅子弄坏？就是你看到里面断的这样子，你不觉得很恐怖吗？就我们家不能当沙发马铃薯，哎，你的大腿缝会被夹到。啊，你们喜欢这个吗？白冰冰哦，谁送的？因为我弟他现在在睡觉，他是那个工业设计系，他就对这个很有兴趣，就是他这个都自己做的，然后自己印下来。你弟可以不要把才华发挥在那种地方。这个白冰冰还是说问你要不要一起泡温泉的概念？你弟应该不会都看你这个打手吧？Amber。哎，等等，你怎么又出来了？坚持不住。我们是 Amber 啦，你是 Amber 的姐姐吗？我是 Hamburger， 还是 Uber？ 是 Uber， Hamburger、Uber 都可以，都有人叫。我现在24岁，是编辑，是丰功代理的编辑。编辑你好。对，我们今天要看一下穿搭边的房间到底符合。我要看衣柜，全黑。这只是衣架而已，他平常的衣服只有黑色。哦，因为我只穿黑色。帅啊！这一区就是那个衣服比较长。就是衣柜挂不下的这品区都是黑色跟白色，那连那一罐那个都是银色香水吗？然后对啊，嗯，欸，我有跟你一样的香水。 Oh my god， 我们可以有香水区，不要有那种灰墨传染的气味。这边是外好疗愈哦，外套区会不会他内衣内裤都穿红色之类的？没有，粉红色 Hello Kitty 海绵宝宝没有，都素色，上面都是上衣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错的地方，衣架怎么可以是这种是白色的？你要买这种衣架 OK？ 好好，我改进。好严格哦。那你有没有什么你买过最奇怪的，或是说不能见人的东西？有按摩棒啊，不能被妈妈看到的，应该是我身上的体型吧。叫一下，把衣服脱掉，脱啊，直接脱，收视率直接跳，收视率啊，收视率，就在不能看的地方吗？整个身体几乎都是，可以看，那我就要去换衣服，哎，不用换，镜头不用关，镜头不用關，镜头不用关，对，才不给你们看呢。哎，那怎么藏不住啊？就是都穿一些，这个很难藏住，哎，是在胸口，就是，大家都穿一些那个，啊，T 恤内就刚好会遮住。这边也有新最新的，哇哇，就身上好猛哦！哎，你还自己刺那个人鱼线，哎，哇，这个很好看，哎，然后手臂两边几乎是对称。不愧是我们波波的穿搭边，可以多看我们的文章吗？对，多看穿搭文章。他虽然只穿黑色，但他什么流行都知道。现在做设计，所以你现在是租房子？对啊，家房家庭式，是跟朋友合租吗？对啊。哦，头好长哦。你不说你做设计的话，我感觉你好像是玩重金属音乐。欸，很多人在说，而且访问之前我有去看一下他的 IG， 他长得同样很冰冷，很像，超像的，靠北啊！心月应该不会开心。我认识心月哦，你的相似度有92%。他还像另外一个孙协志，有被说过。看一下你的房间，大概就会是。哎，好可爱哦，这是小收藏品。这是一个烟灰缸，这个是我前女友送我。啊，货柜车那种的。OK， 所以这个是你舍不得丢的东西。对啊，干嘛丢啊？那如果你之后交女朋友，然后叫你把前女友送的东西都要丢掉，你要丢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会打女朋友。你不知道？那如果你现任就是因为你不丢，他跟你分手，欸，可是他难过，他不能够剥夺我的回忆吧？那个护身符是怎样？有故事吗？你看一下上面写什么？好人好道会有好报。看了，讲讲在读中，有点残忍。这个是跟他一组的。翻云覆雨，坐树娘娘。寻芳问柳无门道。天上有 ，OK， 谢谢。看来是未传教士。你要不要醒教？我们今天最后就是要来开箱丑恩的房间，看你平常工作区域到底长怎样。其实没有很了不起 ，OK， 这个就是一个一般的臭阿宅该有的样子。我们刚才在访问节目嘛，我的桌面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反正概念上就是呢，大家看到我的手呢在底下，我就会拿着这个在转。对，这是我的麦克风，我平常录音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麦克风，我可以把它拉出来。那我最主要的麦克风是这一支，对。你旁边还有一圈那个。
个啊，对，这个叫做防护罩。很多人会说这个防护罩到底是干嘛的，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声音变得很厉害？没有，就是帅。这个防护罩加上这个麦克风，我跟你讲，你看我这画面，你看到什么？一个男人和麦克风。Professional，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街头艺人，那我就要拿出我的真正的压箱宝，各位朋友，这个箱子房租平常来收钱的啊，对，没错，我这个是租的，我平常呢房租呢基本上就是去外面表演的时候靠这个箱子，当今天这个月里面钱不够的时候，可能打电话给爸爸。现在里面还剩多少？现在里面剩下零钱嘛，因为现在疫情嘛。你那一张是什么鬼？不是，是我上一次表演的时候有人丢进去的越南盾，2万块啊，有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哇，这张可能换台币，至少可以换个2-3千块吧。结果没有，我一查好像50块吧。所以大家可以知道，抖音最近其实日子过得相当艰难，每个月都滴滴答。这个是工作室，这一间是我睡觉的房间，透光很好哎、欸。哎，对，这里采光其实还不错、欸，这是我的化妆区。OK， 我看到狗狗了啦。哎、欸，对，狗狗这边有一只，对，这只叫胡椒粉，胡椒粉，它不理我。OK， 好，不重要啊。对，这边还有一只，对。哦，好可爱哦！棉花糖，转圈圈。棉花糖，怎么啦？棉花糖叫，这是什么玩具娃娃？可爱、哦啊。不会啊，不会，他还没有学会。你刚刚讲到矮人物，你很后悔的嘛？这东西其实我觉得严格来讲也不能说是后悔，它呢是很多男性的福音。怎么啦？这是什么？你可以边看边看一个卫生纸盒，手机可以插在这边。我跟你讲，男生要的就是这个，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。你这边插好，你选好你要的片，打开 www.hub.com， 看得很激情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放在旁边。家里很多奇怪的事情啊，就是去年吧，然后我就躺在我的床上，然后你知道就是鬼片不是都有敲三声的这个圣灵圣什么东西的，他都敲三次。某一年大概2018年吧，我就回来家里睡的时候，都会听到有人在敲我床板，每天都三下，太恐怖了，各三下这样，而且声音很明显。刚刚我后面真的有声音啊，没有，我听到了。再一点就是更恐怖的是，小时候的事情，我跟我家人一起睡觉，然后一醒来，我是在柜子里。